陈念感觉现在就是真的好热，我现在全身都是湿的，就是这么热的天气，然后还有这么多人来支持我，就觉得真的很开心很感动，就觉得好像之前的那些经历都有被大家看到，所以就是真的很谢谢大家今天来这里。原本是来的预期有比预期的还多吗？多很多欸，因为我一开始预期的就是大概可能三四十个吧，但好像有超过，有很多、啊、对。选秀嘛，然后历经的选秀，然后现在就是自己发展，我觉得这过程其实有点多，因为还有到演员对，会觉得说哇，好辛苦，不够辛苦吗？就是其实我不管是在当团体或到现在个人的时候，都其实都辛苦的地方真的很多，但很开心的一点是我终于可以自己一个人唱歌，没有人跟我抢怕。对，就是要分，对，然后就可能一首歌五分钟可能才唱两三句这样，但就是现在变成自己一个人，虽然是很辛苦，没有人可以帮我 cover 掉我的就比较不好的地方，但我自己就是很开心可以自己一个人完成这样子的东西。这些选秀有没有哪一段是最辛苦的？因为大家很竞争，然后那个时候又那么多人，然后其实一点点人都不打，有没有哪一段你觉得自己运气不错？但我觉得我算很幸运的那一边呢，就是我从头到尾都是真的是比较好，就成绩都一直很好，一直很好，自己走上去。如果要说很辛苦的话，我觉得就是每次要面临淘汰的时候，就当然我自己会知道说啊，我可能不会被淘汰，但是就是有些很好的朋友要淘汰的时候，就觉得说。很不舍，这是我在那时候最不开心的、最不舒服的一个点。嗯，所以，哎，其实那时候还有些人受伤性。对对，有人跌倒啊，然后扭伤或是牙齿摔断这样。所以那些有到现在进发店来看，新鲜经验，这些朋友给你们是有。但我回到台湾之后，其实说实话就变得比较独立了，因为我就没有，其实身边没有太多的。也不是说艺人朋友，就是没有太多的人会来跟我讲，哦，你要加油或是怎么样的，就是有就算有讯息，我也是比较，因为我很没回，因为我很害怕、很社恐，就是不知道怎么回复他们。嗯，以前那些兄弟就现在比较少联络。对，比较少联络，但还是有在联络的，因为像我有一个好朋友，他今天又来，然后他从香港来的，但我们就是很常联系这样子。是以前青风暴的。青风暴都有在联络吗？哎，没有，我只有跟浩连、勋伦。会联络，会就是很常联络，其他人就是偶尔，比如说回朋友圈回复啊，或者现实动态回复这样。所以之前那个逸轩会长，然后他现在有新的之前的宠 Uni 的，嗯，生小孩，就靠这些。哎，没有，没什么新，没有，没有，那就没事。好，我可以关心一下，看你有没有追一下他的进度这样子。因为他有比较逸轩。逸轩，哦，我知道，对对对，他有个比较，嗯，也都没有，没有。那回到你自己的单曲啊，这次他会发自己的歌这样子，在录音过程中，你觉得哪边比较困难，还是以前有没有？比较困难就是我声线的部分，因为我的声线真的比较偏细一点，就很多人说什么是奶音歌手，有的没的，就是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他虽然说可能很多人喜欢我这样的声音，但是《怪咖》这首歌他真的是需要虐心。然后要有那种唱出有那种很故事的感觉，所以在声音的部分上是我下最多功夫的。就你被骂过是怪怪，有没有行为问题被骂？有人骂过我说，因为我有一个特殊的点，就是其他人都是可能累的时候会喝什么提神饮料啊，但我不一样，我就是喝麦香，我就会提神。麦香红茶打广告的，不是，这不是打广告，这是真的，我的爱真的很大的爱好。就是我可以一整天都不吃东西，但我一定要喝到一瓶麦香。嗯，然后他们说你真的很怪，什么都不吃，然后只喝麦香就可以有活力。嗯，怪咖。对。可以跟他们讲一下那个合作的那个。我觉得伟哲他《怪咖》这首歌，其实那时候我在写的时候是本来是南拳的歌，要留在南拳妈妈的新的单曲，留了非常久。然后后来伟哲。刚好就是要出单曲，然后讨论了非常久。那时候其实我有一度犹豫，就是要不要把这首歌让伟哲唱。的原因不是他唱不好，是他的声音不是我们，不是跟一般我想象里面的一些可能商业的情歌或者是说抒情的情歌的声音类似。他是很有风格的声音，所以上进去我那时候一度很担心会不会很不适合，或者说对有冲突。可是我觉得上进去以后我就觉得很有他自己的特色。
我就觉得蛮不错的。然后怪咖这个题材，那时候本来觉得会不会太对他来讲太沉重，可是后来就觉得不会，就是他有他自己的特色，他有这样声音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后来成品是我自己也很喜欢的这样子。跟两个人在一起嘛，对。然后，好像说有一点点，然后在分的时候有一点尴尬，就是应该讲说，后来的弹头他有新的一些音乐的想法的组合啦。对，那这些的事情，其实我们团员其实都尊重。那其他的事情其实交给公司去处理这样子。对啊，我们现在就是专心把自己的东西做好这样。之后如果有要再演出的，其实我们是很欢迎的。其实我们新的单曲也是有弹头也是有在里面，对，我们有合体的，也有合体的，其实很欢迎的。就做音乐嘛，大家都一起做音乐，一起玩嘛，这样子。对啊。他自己说那个公司分配上，其实这个我其实真的不太知道。对对对，公司这方面这样子，会有点不开心。不会，其实不会，因为其实他那时候他们。后来有一段时间我们做幕后，我们也发个人的单曲、个人专辑，然后弹头他也有自己的一些想要做音乐的想法，其实我们也觉得是他自己的一些目标啦，我们也是尊重，也是尊重这样。对啊，所以私下都还是会联络。那接下来有机会在一起合作演出吗？现在南拳就是在内地巡演，已经大概从五月排到十一月。我们现在就是希望有新的一个南拳妈妈的巡演，然后会发新的单曲，然后可能最终站会回来台北这样子。对。哦，对。因为之前粉丝就有反映说好像买错票。哦，对对对，那时候有这样子。也会有，对啊，就觉得说啊，他们可能等很久，然后可能。不是他们预期的这样子，也对啊。现在单身嘛？对啊，我现在是单身。好久没谈恋爱。哇，很久嘞！我现在甚至要我数，我真的是数不出来。我不是说我谈到数不出来哦，是就是现段感情久了，对，久到数不出来，不是我谈太多数不出来哦。久到数不出来。不是，就是对我很久没有谈恋爱。对啊。我现在24岁，我上次谈恋爱还没有成年的时候。那你来健身吧，对，超过5年，不要浪费了，对不对？因为健身的都是单身嘛，你就不要浪费你单身来健身，这样又可以练身材。都没有一些对象。16岁，高一是几岁啊？高一16岁，8年，八年。这中间认识这么多人都没有心动吗？我觉得因为我真的是很爱自己，就是可能就是大家会觉得我很奇怪，我真的很爱自己的那种，就是我没办法怪咖，对，我是怪咖，就是就算我有喜欢的人我也不会去跟他告白，那如果他有对象了那就让他去，我是这种个性。你是希望他主动这样子？对，但不一定，如果有人主动的话我会觉得他太主动，我就又不想要。哦，那真的蛮怪的。顺其自然，所以要又不要，要又不要这样。对，所以你会被误以为是喜欢男生？我很常一直都被这样觉得，但我是觉得很开放，因为其实说实话，现在就是世界已经那么开放了，我觉得爱真的是不分性别的啦，就是只要因为它最终回归到的重点还是爱嘛，那我觉得只要有爱就够了。那你刚刚又说你有点社恐，然后感觉又没有朋友，那你在男团，你觉得男生会很难有误感？不会，但我是属于那种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会社恐，可是到团体里面的时候，我就会变成大家的气氛网的那种。就我自己一个人出来的时候，我反而没办法那么活泼，但是如果跟大家一起的话，我会是最吵的那一个。你是怕人抢？啊，对，怕人抢，怕尴尬。所以男生你有可能会接受？我觉得如果看顺眼的话都可以啊，只要是爱就好。那这个也要认真行动。认真讲说拍 BL 的时候，没有，因为他真的就是我的工作，就是我真的是为了工作去的。但我跟他的感情是真的很好，就不是只是为了工作而营造的感情。那你有条件吗？就是喜欢的女生的样子？我很喜欢一个女生叫王菲菲，大家知道吗？就是 Miss A 的王菲菲，她是我的理想型，就是我很喜欢御姐。就感觉他可以掌控我的那种感觉。是他被
被虐这样子，不是，对对。对，对，我想刚用一样香水，因为觉得就是他是很我的理想型的样子。喜欢姐姐？不对，我很喜欢姐姐。下一个对象是姐姐，对，大我一岁而已。你最大可以接受几岁？这我还没有想过哎，因为其实说实话，有些人可能保养很好，保养很好，对，他看起来对，看起来可以吗？啊，五十岁不行，可是保养很好这样子，对啊，看不出来，看不出来五十岁这样可以吗？没办法，我怕人家以为我是被包养的。保养很好啊，不会啊，看不出来、啊。上十岁可以吗？上十岁 OK， 上十岁 OK， 就是三十四十岁以下，对，四十岁以下。哎，上十岁的话不是三十四岁以下，对，三十四 OK OK， 十岁以内，但小十岁就不行。上十岁太小了啊！对，小十岁，小十岁会被抓，会被抓。所以总共交过几个？可那那种小时候就不算，不算，就是小时候的那种不算哦。我学生时前教过两个，嗯。现在自己单身会不会觉得比较没有很好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可以做自己做的事情是真的是没错，因为都是我一个人。但是偶包这件事情，很多人都会说我没有偶包哎、欸，但我自己觉得我偶包好像还蛮重的。嗯，可是很多人都说我包不重，就是我的粉丝们都觉得我包不重。重的部分是什么？就是我会在意自己的形象，嗯，就包括我可能照镜子觉得好像自己脸胖了，我就想要减肥。其实蛮佩服伟哲，因为单飞我觉得太累。我们以前男权寄出来就知道那个差别差很大。对你，就是你唱歌本来可能只要唱几句而已，单飞就是要认认真真把它全部唱完。访问可能在旁边没有访问到一句就可以下班了，可现在就是要很认真的，很辛苦。可是这样收入是不是也倍增？收入倍增没有哎、欸，乘以四这样子，什么意思？就是不用提前要分了、啊。没有，可是你的那个知名度的那个还那个应该什么呀？粉丝的人数还是会除以四的概念，就把它分散掉了。对对对，所以一个人还是我觉得还是蛮厉害，蛮辛苦的，蛮辛苦的。那你觉得单飞之后收入增加吗？其实没有差太多，因为我在男团的时候也没有赚到钱。很幸运。对对啊，没有赚到钱，但我反而觉得回来单飞的时候赚的钱还比较多。嗯，真的是有比较多啦，但是因为当时就是真的没有赚什么钱。大概是多几倍？有倍吗？算不出来、欸，因为我没有拿到钱，我不知道多几倍。完全零收入，可能新人的时候会比较。我做男团的时候是完全零收入的。那持续多久？持续了三年吧。哎、欸，我做男团疫情期间。难怪这么急着单飞，是是没有开玩笑。疫情本来也比较难。对啊，疫情也比较难，然后就又刚好团体活动也团体也解散了，所以就只是没有太多收入。那现在收入是可以过生活？可以，现在收入是可以过生活，因为我本来就不爱花钱，我对物欲没有很大的。那种啊，就我对物品没有很大欲望。边妈妈有来，有妈妈有来。对，她这路上有跟你鼓励什么，支持你去做一些。妈妈叮咛什么事情？她就叫我不要交到坏朋友，然后叫我多照顾自己。她就是因为她是妈妈现在，可是她就是她虽然一开始反对我，可是说实话她还是我妈妈。她最后还是会觉得我自己儿子开心就好了。嗯。可是那时候零收入，家人会反而要拿出来支持。就是应该说，我以前妈妈会有给我零用钱，但我零用钱我都不会花掉，我都会存着。所以其实我自己在外面的时候，我还是可以拿那些零用钱去花，就我不会向家人要钱，除非是真的很需要的时候，我才会跟他们。你妈有劝干儿子吗？我最近办比赛，可能比较。你存是存多少钱？没有存很多，但就是可以让自己每天都有饭吃这样。哎，就别说零用钱了，妈妈都给自己存下来，然后熬过。但我的钱是很小以前就存，从很小以前就我小学时候就开始存了，因为每个礼拜妈妈都会给我500块，然后上了国中之后变，还忘记多少个，到我最后的时候，妈妈一个月会给我1万。很多。嗯。那你在哪？哦，没有，完全没有给，因为我那时候就是都会有人，就吃住都会有人负责。对，虽然没收入，但是生活是得稳。对。之前在韩国训练有遇过什么比较可怕的事情？比较可怕跟什么？辛苦的事情，就是印象中，因为竞争很激烈。比较可怕的事情就是我没办法碰到手机，因为我觉得手机很可，就是看不到，真的会很慌。就我下飞机第一件事情，我的韩国就被我下飞机第一件事情，我的手机被收走了，然后当然来不及跟我的家人说我已经到韩国。会不会偷偷自己藏起来？可以吗？
就是之后就是有偷偷藏了，但是还是会被发现，因为他们会就是搜这样。对，但是就是只有让我们在礼拜日的时候可以跟家人沟通，但是他们要看过记录。哇，太严格了。所以那种管控生活是比较好的。你说在公司的时候，就是你，因为我们其实我们是礼拜一到礼拜六都要上课的，所以是这段时间是没有使用手机。但礼拜日是放假，放假的话你要出去每一个小时拍一张照片，然后要截图时间地点在哪里。嗯，然后对，然后会让你拍一个指定动作，他就突然说你比个赞，然后自拍一张这样。哇，当兵还是怎样？拍对啊，还不能留稿。对。觉得现在相当轻松，非常轻松。我现在就想去哪就去哪。哎，现在选秀也原则也开始，不让你再去，真的会想要再选秀一次？完全不会，我觉得太累了。选秀真的一次就好了，不要再第二次。你现在还可以原则二？我不行，他们不是要24岁以下吗？我已经25岁以下。那、啊、你现在可以？但要不要赶快报名？报名啊！报名！但还是算了算了，我真的很不想要再竞争一次。嗯，因为说实话，就是虽然表面都是朋友，但私底下你们还是要竞争嘛。嗯。有听过那种听过什么比较狠的话吗？就是、在竞争的时候。选秀吗？还是在哪里？比较狠的话，没有哎、欸，我真的就是因为那时候就是被保护得很好，所以就是没有听到什么。因为可能大家也觉得我看起来就是可可爱爱的，就不会来欺负。比较狠的话。好像觉得被欺负到，没有。但其实说实话，我身旁的人，就是跟我一起比赛的那些工作人员或是什么老师们啊、同学们都没有欺负我。啊，有想起来了，就是有一次突然想到，有一次我们有一个活动是就是粉丝见面会，但因为那时候我人气真的比较高一点，所以其实来到现场的就是基本上很多都是我的粉丝。然后因为我们都会有戴耳麦嘛，就是戴着，然后其实讲话都是听得到的。然后我就有听到有选手在后台说，都给他的粉丝来就好了，办他个人见面会就好了，就这种。但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谁，但是耳返里面听到的。但这种对我来说不会有造成打击，就因为就是人气高，没办法。嗯。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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